苗开打之后出现的副作用，大家现在还是很关心。指挥中心也邀请了专家开会讨论，而国内专家就引用欧美的研究，发现注射 mRNA 疫苗，像是莫德纳跟 BNT 出现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2%-11%，而 AZ 疫苗则是为1.8%，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。但是国内的状况却正好相反，我们就来看到 AZ 疫苗在国内有1.89%，高于莫德纳的1.34%，还有 BNT 的0.92%。这是不是跟东西方人的体质差异有关系呢？指挥中心发言人表示，各国疫苗施打策略不太一样，各厂牌疫苗之间也不太容易比较。新冠疫苗开打后，每天都有不良事件通报。有医师统计，国内外各疫苗厂牌接种后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，台湾与欧美的数据正好相反。根据我们台湾 A Z 疫苗是1.89%，其中 A Z 疫苗在国外相对看起来是比较低的。大概是1.8%。看看美国统计，自今年1月中为止，注射 BNT 疫苗后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几率是4.7%，莫德纳疫苗则为2.5%，还有法国民众注射 AZ 疫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.8%。但对比国内 AZ 反而最高1.89%，莫德纳1.34%，BNT 只有0.92%，最低的则是高端0.72%。会有这样的差异，难道是东西方民众的体质不同吗？跟各国在施打的时候，他的策略那高龄的打的比较多，或者是高风险打的比较多，那相对这样不良的通报也会相对比较多。所以要做厂牌之间的比较，事实上是不容易的。有医师进一步分析，疫苗中的复型剂可能与严重过敏反应有较高的关联性，像是 BNT、莫德纳疫苗都有用到聚乙二醇这种复型剂，而 AZ、招生 Novavax 主要用到的复型剂是聚山离酯，目前认为跟活化肥大细胞有关，进而产生组织胺细胞介质，诱发全身的过敏反应。但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比例是否跟人种有关，还有待专家验证。记者报道。